这款狐媚香啊，味道清淡，混在食材中更是不会被察觉。服用此香后，他触碰的第一人，就会无可救药地爱上对方。切记，一定是有肌肤之亲的第一人哦。喝完了。你干嘛？我有虫，有虫飞过。虫？啊。哪儿呢？那儿。没有啊，我没看见。小胖子，你干嘛呢？我就想碰一下你。不行，我现在可是在拒绝你。你干嘛？你就让我碰一下，我什么都不做。坏，就一下。我保证，灰，你别跑，你别跑了，灰灰，你今天，你干什么？你碰到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觉得你今天看着格外的顺眼。莫名其妙吧。你早上干嘛去了？我玉丽帮我找了个赚钱的途径。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头一回发觉他这么帅。